联邦政府建议法院考虑重新审理案件，可依循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，由于法院大多数在家办公的雇员都将诉讼程序推迟，造成宪法困境，因此法院备案腾出更多空间，让未感染新冠病毒的员工重返工作场所。第二阶段则是开放法院、陪审团室和咖啡馆，并确保至少维持6英尺的安全社交距离。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恢复正常运作的状态。除此之外，联邦法院已经组建了一批首席法官和法院执行官，提出了可以安全重启程序的协议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律师担心疫情可能重演2004年卡崔娜飓风迫使纽奥良法庭暂时关闭的情况，就是让数以千计的嫌犯在等待起诉的状况下关在牢里好几个月。且为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也会造成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无法向法院提交文件、安排听审以及与牢里的客户进行会谈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